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。好的，来玩我们的 KO for Star。今天是11月16日，星期四。好，那刚打完了神盾，打了20几 B 啦。所以奖励应该是这周的那个35 B 应该是拿完了啦。但是你每天还是可以加钱打一下吧。我这边已经打到这边了，下礼拜再打一下就18000嘛。那每天打的话也有一些币啦。我印象中每天打也有一些啊，这里每天打的话可以拿75×3是225啊，225不打应该也没差。好，我刚打24 B， 我就换那个千鹤。90等千鹤不会死，这是90等都不会死，所以你可以大胆的放一些90等的辅助角，就不会死啊，反正属性对就不会死了。我们先看那个上一期的公告吧，昨天的公告吧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那这边有礼包啊，礼包也想花钱的人买吧。这边有一些礼包，永垂不朽的流星是什么东西呀？六星属性末日的宣告者，永垂不朽的流星，这个我知道啊。曹泽爱晋级是自动卡没有用了啊，现在自动卡已经没有用了。朝着命运反击也没有用了，这些六星的套装卡啦、属性卡、套装卡，涌上心头的火热感觉，难道说是有角色要复刻吗？不知道欸。11月16号，黑色星期五。不知道黑色星期五是我来查一下为什么会是黑色星期五啊。感恩节后一天哦，美国感恩节之后的星期五的非正式名称，最近十年被广泛使用。因为我以前印象中黑色星期五不是13号星期五吗？他现在黑色星期五好像是感恩节之后吧。好，大概这样吧。我也蛮纳闷的，就是查了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是2023嘛，可能就下礼拜五吧。下礼拜五是11月24号， 11月24号应该就是黑色星期五，美国的。了解一下，不然我也不懂为什么要黑色星期五。因为毕竟我们是国际服啊，不会给你过中秋节啊。不会过那个农历新年啊、中秋节啊，对不对？不会啊，端午节啊，不会。好，黑色星期五的战斗通行，稍微看一下吧。如果没有要买的人就算了。然后这个红宝石，我本来想说会不会是下礼拜，因为我们那个神盾完之后的下个礼拜。然后再签到一个礼拜，就是两个礼拜后啦，会出新角。但是他这个17号就开始了嘛，红宝石是17号开始哦。17号是礼拜五。知道欸。那礼拜五到27号。我来看一下27号是。他这个是17到27耶，可是应该是
感觉应该是23号应该就结束了啊。就七天嘛，那应该23号领完，24号是礼拜五啊，那应该是礼拜五吧，下礼拜五吧，下礼拜五可能出新脚吧，推测一下。格斗家成长，然后这边有下次的格斗家召唤券，这个，我来看一下，17号开始嘛。那我们这个是17号开始，哇，到底是礼拜五还是礼拜六啊？有点难推耶，因为现在今天是16号礼拜四，那17号是礼拜五，那签到应该是礼拜六啊，可是礼拜六理论上应该要放假啊，不知道，现在还是未知啊，未知数，还是签到完之后又等，不知道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。然后这个格斗家召唤券到时候拿到的话啊，可以看它使用的日期，你就可以知道说确确是哪一天出。他没有告诉你是 EVE 第五弹啊，这边没有写，所以看不出来。哦，你看这边，这是缓冲期啊，使用期限。使用期限11月28，那就28啦。11月28是下下礼拜二 ，OK， 那就是下下礼拜二。好，已经确定的是下下礼拜二，下下礼拜二查出，因为卡在礼拜六啊，不可能是礼拜六啊，不可能是下礼拜六，因为礼拜六他们要放假，工程师要放假，所有人都要放假，所以我就想说会不会是下下，果然是下下，下下礼拜二。好，这边确定了，下下礼拜要出新的格斗家，只是这是红宝石提前出，提前出。我本以为是下礼拜，本以为是可能是下礼拜二或下礼拜一才要出公告。好，那我们回来游戏吧，这样知道了啦，就11月28日，然后这样合作会很紧，还是说？还是说马上就合作啦、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后面马上就合作，要看他们怎么设定。因为他这次没有讲 EVE 第五弹，他还没有讲，所以不知道是下下礼拜二，然后我们这礼拜跟下礼拜就开始宣传那个合作。假设有合作的话，他下礼拜应该要宣传的。应该要什么什么合作的网站，然后跑出来，然后让你看一些剪影啊，让你猜一些格斗家是谁呀、啊，或是什么什么的。所以说，今天是礼拜四嘛，礼拜四、礼拜五可能没有什么公告了，然后就下礼拜看看有没有什么公告。如果还是两只的话，那就是一般的格斗家第五弹。就是简单说，下礼拜应该会揭晓啦，谜底会揭晓。看，因为上次我们没有真的合作，我们上次是2003而已啦，不算真的合作，就是不算去合作别的游戏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吧。那这边的东西应该不用我说啦，你们看到影片之后已经该做都做完了嘛。我刚刚转了3000多点，就30几次，又拿了400红宝石，红宝石又回收一点点。如果是合作的话，我的红宝石不够也只能抽啦，如果不是的话就跳过吧。那是哪个格斗家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八神要来了吧，因为草地都有了嘛，草地上次是暗黑草地啊，也不是正统草地啊。因为有人想要八神啦、啊，有人想要草剃嘛，有人想要库拉，那这是双女生，好像也是没什么讨论吧。然后我刚刚跑去看那个美版的那个讨论区，有人就说神盾很简单，马上就下面人就骂他，叫他闭嘴，不要毁了这个游戏。
每次都说简单，然后下次又给你出超难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好像连讲都没人讲了，我也没有说很简单，我就说啊，这场比较简单这样，我没有打，我只说用马球亚轻松过，轻松过啊，轻松过。好，我们来玩一下吧，再玩一次，再玩一次。那我这边就点了千鹤、万龟、马球亚第二队，第一队阿修可以打5 B 啦，我的阿修可以打5 B 就。控阿修嘛，那拜师我就不控了，因为我拜师没有 rush 卡，只用 rush 卡而已，伤害可能不知道，也许会比较好，也不一定，那就算了，就阿修打一打，然后奥一拖时间嘛，多打一些伤害，那他大概只能吃十几秒的黄属性伤害吧，十几二十秒吧，因为我们是两分钟嘛，第一队一分钟，第二队也是一分钟，那会第一队会遇到的是。要用黄属性打，然后再用绿属性打，然后第二都会遇到用绿属性打，再用红属性打，就是绿属性会被切掉，会被切掉啊！你要么就绿属性放第一队，要么就放第二队。如果你只有绿属性强的话，自己要去分配一下。那我想大家应该都轻松过吧，对不对？轻松过。弱点在这边，我上次有讲，就是拜师、马球啊跟那个斋士。那第一队的话，这个可以换啦、啊、可能可以换这个会搞不好会比较好，换那个谁啊，绿属性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比较好，算了用它好了。那我可以把它强化啊，反正我的那个同步还有啦，同步还有啊，噔。然后那个我都没有再换了 ，Rush 好像我懒得换了 ，Rush 可以换同步，同步率3000嘛，每天，但是因为我已经够啦、啊，我已经够了，我懒得换了啦，六只就够用了。好，我们来练习一下吧，大概可以打二十几 B 啦，来练习一下。难得这次神咒人这么轻松，对不对？然后刚好我又有抽，没抽的人你们用阿修应该也是可以过啊。阿修一定有抽啊，大家应该都有抽啊。上次红宝石送那么大，对不对？我应该放长奥义啊，忘记了。反正他回气会很快。这是90等，你可以当辅助啊。没有变色之前是打不动的，你看就打几百 M 而已，有点可怜。就拖拖时间啊，这个时间是会冻结，但是它变色不会变，它这秒数到它才会变。哎呀，那我没气是不是？晕倒了，被晕倒了。还没变色啊，所以我都打不出伤害来。变了啦，但是我的已经爆发过了。就这样，好不容易爆发到了，然后变色打个5 B 这样，前面都打不出伤害，所以前面你就打打酱油啊，随便打打就好了。哇，我晕了，这是晕好凶啊！你躲开，
我又被加秒数了，就是我又被加秒数，加上那个我的气不见了，都没放到奥义。真是没差啦，我就是打好玩的啦。正常来说，你可以多放几个奥义，然后过一下时间。好，打得比较差，22而已。就是我晕太多次，然后没有奥义到，马丘亚没有奥义到。好，反正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我可以打到24的。就是换这个辅助之后，我刚刚24是完全没死啊，因为就奥义嘛，奥义可以避开那个晕眩，好像可以。因为我刚刚打的时候都刚好都没晕到，他好像会提示说会有雷击吧，那刚好你有气就可以放必杀，就可以躲过了，大概是这样。反正换辅助90等不太会死，当然最好是有三星嘛，三星你就可以装一些威压啦。比较更扛揍嘛，那我这都没有，很可怜。不过有夜记忆啊，夜记忆可以把一些辅助角练到一星、二星、三星啊。我觉得辅助角可以练到三星，像是香橙啊、千鹤这两只辅助不错，可以练到三星吧。如果你有夜记忆的话。像我这个当初应该比较练到五星的，好亏哦，应该把记忆留着练这两只，因为这个也就五级而已啊，暂停时间。然后它可以瞬间爆破嘛，也不是爆破，就是增加负面的，就这个负面的话，打亚历山大或是谁啊，亚历山大吧，应该有用，还有那个。高灵齿，虽然它算有用啊，也算是有点用啊，不过不一定要练到那么高啊，三星就可以了。反正现在 ES 格洛加七星也没用啊，除非将来开九星，七星可以升九星 ，ES 格洛加现在可能没有。当然那个城市工厂我上期有讲过嘛，不可能，除非 EV 格洛加凑齐15只，就三种颜色，五种属性颜色嘛，那刚好凑齐15只这样。那我们现在 EV 格洛加应该是没有15只啊。看一下哦。1,2,3,4,8 嘛 ,10 只而已啊。现在那个 EV 格洛加就10只而已啊，你至少要15只，然后每个颜色都3只这样。而且重点是你每个人都你每次都每个每只角色都有抽。而且都有练，练到九星，你才可以打城市工厂第六阶段，不然开的也是白开啊，没有用。好，这是我的推测啦。好，那这一期一样又打了神盾，只是换了一个辅助，伤害比较高，然后确定90等不太会死，真的90等不太会死，你可以大胆的用，大胆的用辅助，然后配一些之前的 UV 克洛加、阿修啊、再试，然后其他的啦。黄属性还有那个 Kusanagi 嘛， Kusanagi 也是黄属性的，然后万龟，当然前提是你最好要五星啊，五星比较强，然后套卡要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吧，就看了公告，判断了一下是11月28日更新改版，出新角色。那目前不知道是两只还是合作六只的那一种的，不确定。等下礼拜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，我们再 follow 一下。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